Cathy 开心健身公益平台 CFF 自2020年3月28日成立以来，已运行超过了1500天，以科学健身、愉悦身心的特色，吸引了累计超过60万人次在 Zoom 上实时开心云健身。CFF 平台作为一个非盈利公益组织，被誉为最受北美华人欢迎、最具特色的公益健身平台。平台创办人 Cathy Pan 是一位职场高管导师，也是 Zumba 执照教练。他在疫情期间发起了网上健身活动，每天义务带领大家在 Zoom 上跳多种健身舞。在 Cathy 老师的感召下，先后有100多位义工加入 CFF 平台做公益。自2022年夏天开始 ，CFF 平台有多位健身教练成为平台的领舞义工，为舞友们提供了高质量、多样化的锻炼方式。Cathy 健身平台同时举办了数百场有益身心健康的公益讲座。欢迎加入 CFF 大家庭，让我们一起传递健康，传递爱。